也收完账了，好像有点飘雨了。我这边很多人哦，看一下人家的专业设备，每个人都很厉害。旁边有一条小河流，蛮好的。蛮多人的，蛮多车的。这边还有洗手间，还不错，蛮好的。哇，猴子哎，哇，好多、哦，超多猴子的，好恐怖哦！哇塞，哇塞，超多猴子的，你看。要不要丢几个？不要了。前面有没有车啊？才超多猴子的、欸。对，好多、哦。哇塞，第一次在，太夸张了，猴群呢、欸？丢橘子给他，我想丢橘子。不要啦。停好车了。耶、yeah。要出发去七星山了。哇，希望上面有太阳啊！哈哈。哦，我们现在这里，呀不，主峰，红峰，行哦，好，有点高度了，哇，哈哈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不然呢？还1.6啊，所以我们爬了1/8的 ，OK 的。这边都是那个硫磺味哦，对啊，它好像是小油喷的那个蒸汽孔上方。好，加油哦！后面就开了，有没有？开开关关的，太调皮了。哇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回去查一下它是什么。好多哦，今天怎么路上都遇到这么多可爱的东西？刚遇到猴子，好可爱哦。也没有理我哎，酷。哦，好多哦，你看。可爱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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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结果白茫茫一片，哈哈，白茫茫一片啊，哎，哇哇，人很多，哦，在啊，天气没有很冷，还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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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22公斤的热茶，喝看喝看，喝看喝看，修哦修哦。
人啊。你看啊，哇，好喝，好喝。哎，哎，这是蓝天的哈。继续收拾摄影。有人脚在不舒服了，慢慢走了哈。天气真的是不错，成功了。